晚上好，我刚刚醒，刚刚醒，还有一点傻傻的感觉，看上去有点傻傻，但只是刚醒而已，不是真的傻。Hello， 对的，也不是才吃，我刚刚醒，然后发现就是早上点的早饭还有剩下的，就吃吃。穿呀，那又不是这样，那个是什么来着？刚刚醒，我差点睡过去，我差点睡过12点。Hello， 晚上好，刚刚在睡觉觉，好困哦。哎呀，今天头好疼呀，就是睡眠不足。头是会疼的。晚上好呀，哈喽。嗯，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它是煎饺，你们吃过煎饺吗？就是什么馅的？问到我，难到我了。这个是，我看看，嗯，它是纯肉馅的。那这是锅贴。哦，对，锅贴，不好意思，搞错了，不是煎饺，是锅贴。嗯，我刚刚还想说是芹菜猪肉馅的那个煎饺，但是一看很明显，它里面没有肉。锅贴和煎饺的区别，就是说他们名字不同。等一下，我看看。等一下，这是锅贴，吓死了！还有，我又搞错了。Hello， 晚上好。会闷吗？哦，对，煎饺它没有锅贴那么脆，煎饺它可以不脆，就是煎饺它就是锅贴它可啊。好难呀，你们懂吗？我不知道，我很少吃，我就是谢谢诡计的草莓蛋糕波波。
蕾的生写拍了，那个不是、不是年前拍吗？谢谢小狼好惨，丢了蛋的奶茶。但是这自拍好像没有特别好看。我26号公演，要来看哦。我应该算是前面几个吧。今天我在剧场浅跳了一下，就是浅跳一下，是真的浅跳，不是假的浅跳。谢谢美美 OVO 的草莓蛋糕，波波。谢谢美美 OVO 的口红，谢谢美美 OVO 的竖琴，谢谢美美 OVO 的信封。忘掉了，你看我买了那个之前拍照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看的那个头花，它是小耳朵。等一下，好像没有涂口红，口红掉了。我做了一个好可怕的梦呀，什么梦来着？易拉宝就是这个头吗？我还没看呢，我一回来我就睡觉去了，太困了，太困了，太困了，就一回到家里，不是一回到中心，倒头就睡。对，我也想知道哪里可以看。我其实很好奇，就是26号如果没有匹配成功的，是不是我们下次要和广州没有匹配成功的再来一次团建，再来一次团建？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来一次那个团建。团建好玩呀，好玩呀。你觉得团建好玩吗？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在想如果因为那天我有心事所以没有玩到，如果我们没有匹配到的，然后会和广州那边没有匹配到再来一个团建，然后再来一次公演的话，我觉得这样蛮不错。路费是自费的吗？那天的火锅其实切了半个萝卜，就是萝卜，但我不吃萝卜。火锅味道还好吧，就是那个氛围你懂吗？就是大家你就是一般人吃的火锅可能没有我们吃的好吃，
因为就是我们是小偶像亲手做的，不是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就是我们人多，还有美女给你夹菜，可能。之前吃的火锅都是就是和其他人一起出去吃或者是在家里吃会比较偏多。6个小时。刚刚睡醒，脑袋还不太灵活，就是刚刚睡醒，感觉，哎，我拿一下口红，4点到9点多，啊，哦，在外面口红。对的，太困了，今天脑袋都有点疼。明天一定要好好的早点睡。我刚刚其实有点想直播睡觉的，但是因为众所周知，我的床在2楼，不是我的床在，就是我房间在3楼，我的床在2层，就是我的房间在3楼，然后我的床是那种上下铺，我是上下铺的上面一层，也就是说4舍5入，我等于住在了6楼。然后就是太高了，懂吗？太高了，然后就直播的话光线可能会不太好，然后我就没有直播，就把手机放在旁边，就睡过去了。掉下去，对，它会掉下去，手机万一掉下去。那我一般睡觉是不放枕头的，因为。好像打喷嚏，打不出来，卡住了，独跳卡住了，好像打喷嚏，怎么会卡住？不睡下铺，我是猛一，怎么能睡下铺呢？晚上不是，就是我，对呀，我是自己住，我又不想住下铺，干嘛？为什么不住上铺？我喜欢亮亮的地方。啊，好困呀！我看看，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我自己的脸。我就喜欢睡上铺。我为什么要直播睡觉给你们看？万一我说梦话怎么办？我刚刚睡得可死可死了，但是就是经常，也不是经常，就是刚刚那么几个小时里面就
垂死梦中惊坐起，是吗？是这么说的吗？啊！我，哎，算了，没事。我对呀。我不打呼噜，搞笑！我才不打呼噜，我睡觉我是闭气睡觉的。你知道什么是闭气睡觉吗？你知道什么是就是那个练修炼修仙的不对，那叫什么？那个就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不需要呼吸，也不需要吃东西，然后也不需要喝东西，然后就可以活个好几十年，你知道吗？就是我会那么一种神奇的方式，神奇的方式，但我不能让大家知道那是一种神奇的方式，我不能让大家，啊，我编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我才不说梦话，我才不打呼噜呢。我不打咕噜，谁是咕噜呀？我觉得我太帅了，我觉得我太帅了。把这玩意摘下来，哎呦！不可能，我不流口水，搞笑。不要抹黑我的形象。我睡觉连呼吸都不呼吸。我睡觉是睡在，就是我睡觉是睡在天花板上。我睡觉的时候，就是世界上的重心是颠倒过来的，就是。你们懂吗？人他就是有那么一种人，他睡觉的时候地心引力是会反过来的，就是说对，就是他是会睡在天花板上，就是很社恐嘛，因为说的话太社牛了，被别人听到就是社死了。因为助理说要，就是说我问助理说要不要拍那个白色情人节售卖拍那个，然后他说我在群里叫我拍，然后我就今天早早的起来就化了个妆，然后去了剧场，跟车去了剧场，然后但是好像就是那边 staff 也没找我拍，他们就是哎呀算了，然后反正感觉白化了一个妆。什么吃点软饭不是多吃一点饭吗？有酒窝吗？我瘦了就没有酒窝了，可以把我当做没有酒窝的。因为我胖了人就比较胖了人就比较就不帅了，懂吗？我是一个要帅气的人，要风度没有风度，呸，要温度没有风度的，呸，不会说中文了。很帅嘛，对吧？很帅，
就是要走帅气风格的路线，一定要瘦，我就要拼命的减肥，然后瘦。我明天再去练舞吧，今天我想就啥呀，一讲话我不讲话了好吗，我是适合不说话的那种类型，就是有哪些人是你希望他一辈子不要说话的，可能这中间就会大家就是可能会脑海中会浮现一股不要说话，求求我不要说话。谢谢夜晚的最后一道光的草莓蛋糕。不说话就比较省电，哎呀也不是省电，呵，我的脸和我的身体不匹配，我不中二，我不中二，我是一个现实中的地球拯救者，没有开玩笑，我不是地球拯救者，那个任务太复杂了，我不想接，没接到。Q 三月份好像一整个月都要搞最佳派的，开心。好想知道是不是广州他们过来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搞一个团建，然后再来一场公演，然后再跳一次，再表演一次，然后什么，我表情很高了吗？我只是没有表情多讲，我只是没有表情，我只是很困，很难看。我知道，就是我长得是比较高冷。我觉得我那天应该再如果我可以再来一次团结，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再来一次团结。让我好好的玩一下下，对，感觉太认真了，应该玩得开心。我什么我都为我社死，谢谢你，谢谢你为我社死，谢谢你想让我社死，不是，就是我也可以社死，让我先社死一下吧。对，是社恐，真的都是社交面具，你们知道吗？我买了一个东西，买了一个社交的好东西。这什么东西啊，我的购物界面出现了这么个东西，我觉得我穿上那个毛茸茸的衣服就像一个冰墩墩，冰墩墩墩墩。哦，我明天会送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快递，开心。啊对，哦，我的那个灯还没到，我的那有一件西装外套到了，哦，给大家看一下，啥呀？我本来就是那样子穿着，我给你们看，我还买了一个东西。那叫什么社交面具，懂吗？社交面具就是说人他一旦戴上了头套他就会放飞自我。啊，很可爱，还有这个黑的我也买了，然后还有他还可以这么戴，他还可以这么穿，就是
这是什么什么怎么跟怎么称呼？就是、啊、噎住，啊！然后如果穿黑衣服是这个效果，啊、穿黑衣服是这个效果，非常棒，就是、啊、符合我要的那种，嗯，让我看看买家秀，啊。那什么绿头鱼，我那天万万没想到会有绿头鱼出现，这个还不错，还没有违和感。嗯嗯，这个有点可怕，这个有点好笑。我懂了，我不能戴眼镜。就蛮不错的。怎么了？花了大价钱买呢，干嘛？不要抵触，给你们看我新买的那个西装。等一下，去拿。我忘了，我新买了三件西装。哎，穿不上，不对，我扣子没开。我来了，哎呦，天！看我，看看。但我不打算那天穿这件西装，这件西装上次650都穿过了，但我买了两件黑西装，我打算那天就穿。哎，怎么像？哎呦，大家都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当然像啦。我像不像你们心中的那个人？叫我姐姐，叫我姐姐。忘记练我那个啊！我忘了练我那个玩意儿，这个。再见。来，哎，怎么了？害怕吗？你在外放吗？应该没有人外放吧？没有外放就好，希望不要有人外放，不要外放我直播好吗？就如果外放，请保持，你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之下 ，OK？ 你谢谢。啊哈哈哈哈哈哈！啊！
请办理存款。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这里只接受小额存款，大额存款请放我们银行不安全。大额存款在我们银行放着不安全啊，这个。你的衣服蛮厚的，谢谢小辉的荧光棒。对，我现在其实很热，特别的热。还有什么可以射死做的事情？呸，有什么不射死的事情？好困。头上绑那小撮用来增高，你懂吗？增高可能大家没有这种需求，但是我有这种需求。 I need to be more tall, 知道吗？我也想直播睡觉，但是我怕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眉毛蹭掉了，是吗？我觉得高于一米是多数。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高于一米的，是吗？有没有意外？大家有，就是如果有低于一米的，就是有没有意外？我今天本来就是今天化妆化的太潦草了，我眼影都没有画完，修容也没有打完，高光也没有抹啊。算淡妆吗？我觉得算淡妆吧，我毕竟亮片也没有涂，高光没有抹，然后修容没有打得特别完整，然后眉毛也画得不是很好看，因为真的好困。然后上午的时候睡眠很不足，就又困，然后就呆坐在那边等着时间的过去，就很困不想动。哎呀，还是歪头好看，我这样歪头吧，这样子大家就会觉得我不带高冷了。让我这样歪头走下去，不觉得我高冷了。我知道怎么突破我的高冷了，歪头这样走路，然后并且走路让人都走，那就不会有人觉得我高冷了。棒，计划通，真不愧是我。老外一边歪着歪，这边不好看。对，好像也还行，好像还行。哎，可以歪，可以换边。不行，这边脸大，这边脸大。还是这边吧。现在好困，睡眠不足，感觉人就没有状态。没有状态，看它跟我的眼睛一样大。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蓝莓，吃了它你就可以拥有大大的眼睛。这是我的腮红，这是我的鼻子，这是我的嘴巴，这是我的眉毛，这是我的鼻尖，这是我的瞳孔，这是我的发际线。啊，好蠢。
了蓝莓，你的眼睛会变得特别亮，好吃，只要是硬的蓝莓就好吃。我没有耳朵，我耳背。我觉得我太聪明了。我们后来那天玩的那个游戏，就是我抽到了一张卡，就是说，就是他说，就是那张，就是什么，嘿，你在心口难开那个游戏，然后我抽到了一个，我听不清，就是说我听不清，然后，哦不对，说你说什么，然后就是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差一点就要说你说什么了，但是我想，不对，我耳朵不太好，我耳背。这很好玩。就玩这种游戏，我就是那种 bug 的存在，会下意识的避开。但是狼人杀这种游戏我就很菜，你们看，再来一次，等一下。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现在周围好多东西，不太能动。再一次。可以给你介绍上海的一个牙医，他什么都好。对的，这是六味蓝莓丸，它是六味地黄丸的姐妹。六味蓝莓丸就是它有六个味道，可以是酸甜、苦、辣、咸中的任何一种。我也可以和别人住。六级成绩这样是好还是什么？恭喜！我也不喜欢一个人住。但现在也没有要，就是也没有说房间紧缺，所以让大家搬上来。恭喜，真棒，太棒了。不，这人是蓝莓，它不是橡皮糖。那你准备好了吗？我最近在看《海绵宝宝》，然后学了一首歌。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哦，海绵宝宝，闭嘴！快看这个蓝莓，它想被我吃掉。哦，海绵宝宝，你看我拿到了一个奖杯，只是这奖杯好像写错名字了，写的是海绵宝宝的名字。哦，小羊与灰太狼，
狠狠的看，给我狠狠的看。最近在狠狠的看《海绵宝宝》。嗯，哎呦，哦，蓝莓，我先放过你，你先等等，让我休息一会儿，我有点吃累了。哎呦，我好累呀，我感觉我周围都是东西。嗯，感觉我周围都是东西，好累。我摸摸我口袋，不吃草莓，我要减肥。人家要减肥。等一下。狠狠的把衣服脱了，衣服卡住了，哎呀没卡，好吧，穿就穿你。身上冰啊，墩墩外套，我就是谢谢旺仔俱乐部发球器的荧光棒，没开空调，我现在有点热。我就是现在是墩墩，就是看我的背影。你在地上了。等一下，看我的背影，看我的背影是不是和墩墩墩一样？说我坏话被我发现了，说我坏话，说我像个熊，好家伙，好家伙，平时看你们说我好看，这会儿说我像熊，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要哭了，啊，我太伤心了，家人们，老虎吗？谢谢夜晚的最后一道光的荧光棒，啊，好，我预约了二号的退税，我真是个小机灵鬼。你们预约退税了吗？我好期待呀，退税了我就可以买一个。
谢谢天后最后的 Team J 的巧克力。是我看到我那张反图了。我的个头发，我看看现在头发掉色不严重，应该还不需要。哎，我刚刚说什么来着？你困了吗？我还有张图片没想好怎么修，我觉得它那个角度太刁钻了。就是说，哎，那个图片，好看是好看，但我不知道怎么修。就是这张照片，我不知道怎么修它好。侧面的脸要怎么修图呢？嗯，但是有修好的，差不多长这样子。我的图都长差不多，那说明我就是长这样子。我的一个人照片还能有多种多样吗？谢谢牵牛背身的荧光棒，发微博的就很好看了。哦，我最近一直在看着我 B50 的时候的自拍。在找我那会儿怎么化妆，感觉那会儿特别可爱，现在就不可爱，不像。这张照片也不错，但是它颜色我不喜欢，它蓝不拉几的这个色调。感觉我是不是额头有那个纹路？那这张好看，但我不知道这张要怎么修。天哪，拍太好看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拥有一个自己的相机，然后随便给自己瞎拍拍，随便给自己拍拍，就都很好看那种拍。不行，修要修的，修可以让它变得更好看。还有这个也还不错，这个也还不错，但感觉这张照片被我修坏了。这张照片原图更好看，然后好像被我修坏了。耶，这张照片还行，但不是那么好看。这张原图感觉更好看一点，实在是有点审美疲劳了。
这张好像也。我要睡着了。我就要倒下，我就倒下，倒下，接住我，啊！不，睡着了。我也睡着了，大家晚安，家人们晚安，我睡了。无效睡眠。对，我新我还新买了小裙子，哎呀，好紧张，马上要26号，好紧张。你们预约了退税吗？我很聪明的预约了3月2号，因为感觉3月1号人会特别多。大家演示一下那个扑通，我其实现在有点醒了，但还是有点困。谢谢天后，最后的继母节的草莓蛋糕。我应该是前几个节目，大家到时候要看完哦。我应该是比较前，我们有30几个人吧，我应该是排在前面一半的，前面的。我是坐在台下，我表演完了就坐在台下看吗？我不知道。搭档还没定好。26号就知道了。什么？黄金、原油价格都在上升吗？哦，我今天听他们说，他们打了1分多钟，不对，打了几分钟就结束了。你朋友来看我吗？
医疗也跌得厉害吗？医疗，中欧医疗是什么呀？感觉医疗行业这十年也不要跌也不会跌哪去吧？这十年医疗行业应该是火速发展的，如果要跌，那应该是它地区不对，中欧。没有关注我，但是我有听别人说，我不玩英雄联盟，我只玩哈利波特，我哈利波特带飞你，跟你说，可厉害了。好想再来一次团建呐！对。我比较喜欢前苏联，为什么呢？因为前苏联已经没了，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很多人惊苏，不是因为苏联有多好，而是因为前苏联已经没了，就是惊，就是喜欢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对吧？就是对，因为他也不会造成什么，已经没了。对，所以我还蛮喜欢前苏联的，也喜欢大家讨论，如果假如苏联现在还在，然后会是什么样的，和美国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对，也喜欢大家讨论这种不可能的存在，不可能的可能，很有意思。因为主要是我有看一个电视剧，它叫那个切尔诺贝利嘛，然后它就是有那种假如拯救了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那么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就是会是美国的核电站爆炸啊，这个美国的核电站爆炸，然后因特网变成了俄特网，然后全世界都用的是就是不是什么来着？对，然后全世界都是戴着红领巾的人。这种。还会有团建吗？啊，希望还会有吧，希望还会有，好想团建。人偶，哦，可以放个柜子，然后摆出来。可以放个柜子摆出来，但是过年的时候最好不要摆出来。为什么？因为可能会有小朋友来做客，他又会玩那个人偶。我以前家里有一些，有那么一些芭比娃娃，然后呢，你们知道我这就是不常回家，然后呢，我的芭比娃娃呢就放在我的床头里，我放在我的那个床头柜里面。然后呢，我每次回家，我都发现我的芭比娃娃她没穿衣服，我让我很窒息，你懂吗？不要迷信，不要迷信啊！什么人偶？人偶是和蔷薇少女那种人偶一样吗？我好喜欢那个蔷薇少女的蔷薇少女，喜欢真红啊，她太好看，就喜欢那种冷冷的萝莉，然后想要靠近她，然后就滚开那种，不是，也不是喜欢这，就是怎么说，主要是她长得好看，她不长得不好看，我理她呢。造成伤害，
确实之前好像张嘉宇好像也有就是有过那个 BJD 娃娃，那个娃娃超贵超贵超贵的，就是很贵，他好像有那个真红的那套衣服超厉害。不不不不不，然后现在我家的芭比娃娃好像全部都被丢了。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然后呢他们附近有一个精品店，就是精品店它里面卖的芭比娃娃可便宜了，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盒芭比娃娃。当时我好心动好心动好心动，然后就买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想想后悔死了，就是他那个芭比娃娃是空心的，你知道吗？正常的芭比娃娃它是实心的，就是大超市卖的芭比娃娃正品的芭比娃娃它是实心的，但那家小店它卖的是空心的，空心的就是脆皮，懂吗？就是，就蛮后悔的。呀。TLP 是什么呀？好像这圈子卖的就是挺贵的，很贵很贵。给你们看我新买的粉饼，我新买的粉饼太碎了，这粉饼太容易碎了吧。能用，这粉饼可贵了，你知道吗？嗯，哎，这不我压进去，压成这个样子了，可贵了这粉饼，但是很好用，因为我前一块粉饼也已经，它不是碎完了，就买了一块新的，结果又碎了。它这个粉饼特别容易碎，修复一下，就这样吧。嗯，它很好用，就是了。放好，我前一块粉饼就是碎烂碎。喵喵喵！我要热了，我要脱衣服了。
今天我也早点睡觉。你们今天都在干嘛呀？忙于工作，忙于想我，真假的？想我？我在忙于工作，没有开玩笑。我其实，我买的假发还没到，你呀，让我看看。还没发货，慢死了。他说好久没发微博了。26号我也要去集集邮。开启新天地，是上海的新天地吗？没有，头发很卷，就是自来卷，你懂吗？自来卷的痛苦。叮叮 ，Hello， 大家好。上海的健康码叫随身码，就是每个地区的健康码都不一样吗？都玩谐音梗吗？我的鬼脸，谢谢天后最后的 team 接的口红，离我什么不够丑，真丑了，你们就跑了。我最近慢慢变成这种大中锋了，因为刘海变长了。哎呦喂！哎，比较害怕剪刘海的时候又剪惨了。我经常自己剪刘海剪得很长，想起以前一些很可怕的经历。但是又懒得出去找理发师剪头发，但是去找理发师确实不错。你们知道那种像那个就是直板夹吹风机吗？直板吹风机，那个吹洗好头吹头发很好用，可以把你头发吹得蓬蓬的，可以直接怼头发上吹。不够丑的话，等我那个面具到了，我就带给你们看。本来想今天带的，结果他今天还没到，等他到了我就带给你们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了，我就变成奇遇塞他妈，不对。
你怎么说？那个奇遇怎么说？不是这个。我本来还想买个那个脑子的什么搞笑女呀、啊，因为我看上去太高冷，所以我在努力让我看上去变得不那么高冷一点。啊！还有个进阶版的奇遇。感这个有点五官分离，算了吧。什么是搞笑女呀？我发现我长着这么一张脸，如果做搞笑的事情就不一定搞笑，所以我要变得特别搞笑，才能有那么一点搞笑的事情。就是我长得太正经了，这太痛苦了，知道吗？我长得很正经，有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很放松，但是对我来说就不是那么放松。我不知道这个头套能不能长个眼睛。我其实还想买这个，但是我怕大家被吓到。外国女人收辣，我比较喜欢看外国美女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他们会在那边跳舞，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等一下，我找一个模仿给你们看，大绿鱼头，你们那我让你们。给你们长长见识，这叫什么？啦啦啦！我看看他们玩什么。这样子。Hello。什么？这跟我看的不一样。哎呀，好可爱呀！哎呀，卡哇伊，好可爱呀！怎样？他们抖音的美颜特别自然。宇宙にさせちゃうぞ。现在模仿不来，这样吧，大家晚安。我要关掉直播了。我不吃可爱多，我就是可爱多不多。家人们，一直推送吗？这是大数据，相信大数据。家人们，可二丫的头套，我心动了。我跟你们说，我在网上，我昨天在闲鱼上面看到一个，就是我在找上海本地麦克，这个好可怕呀！好可怕呀，打扰了。
我这啊，我是。我还买了这个，我买了这个，为什么？我觉得它很适合我。什么？一直推送这个吗？对，给你推荐，以后都会是我们团的视频，不会给我推送的都是这种东西吗？啊！不要吧，别吧，担心了。人已经啊！哇塞！这是什么呀？好看，害怕呀！啊！啊！我，你猜我会不会带这个上电影？呸，上公映？不会吧？不会有这种人吧？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看到过就是卖人脸皮的，不是那种人脸皮，就是那种化妆的脸皮，他觉得我更高了吗？哎，为什么是反向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呀？你们看看，给你们看看，我本来也是想的是为多一次舞台比较好吧，所以我想如果没有人选我也不选别人，对，也是这个样子吧，因为就是谢谢欧零欧的荧光棒，不会，第二次相亲有经验了，知道吗？第一次没经验，第二次才有经验，知道吗？对，我也是想着这样子可以多一个舞台，也不错，因为，应该也会有别的成员想，就是跟中泰的，就是相亲吧，不是，那叫什么搭档，就是搭档，对不对？应该是双，就是如果就是有人选我的话呢，我想一下，哎，感觉这个，对，没有人选我，我就去和中泰相亲，蛮好的。对，因为我看大家好像也有部分成员是意向是和中泰那边一起的。就是中泰和 CKG 那边的嘛，虽然我本人的意向是最好是上海本地的成员，因为我比较需要舞台嘛。哇，这个克尔鸭太可爱了，我看到上海本地的克尔鸭都好贵呀，好贵呀。怎么才能升格？应该是中报进圈吧。我也想有个稳定的舞台，所以现在我就在想，怎么才可以有更多的舞台？就是说，如果这次一个都不选的话呢，那我就应该会有再来一个舞台，再来一个舞台，那就是赚了。对，如果有人主动找我的话，然后我就看看，如果没有人主动找我的话，那我就要为了多一个舞台然后再来一个，因为听说下一轮他们双人组已经搭好了，然后再等着我们就是决定好那个人之后再到那个他和他们双人组的，就是好像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好像
如果一轮就淘汰，然后只有一个晋级，然后什么的话呢，那我还是会选有多一点舞台的会比较好。对，2分钟够了，明天再练练。双人的才会有淘汰赛，所以我觉得单人的话再多来了也不错。那最好的还是就是和上海的成员组吧。嗯，因为我平时人就在上海，和上海的成员一起搭档的话呢，就也可以就是融入他们的圈子里去玩一玩啊什么的，对不对？对的，成功了就要抽签看那个单人的，也不是单人淘汰赛，就是成功了之后就是双人的抽签，然后抽签双人组，后来开始就是淘汰赛了。对吧？嗯，克尔鸭真的好可爱。嗯，克尔鸭好可爱。波波，你有点贵了，小鸭子。等一下，怀旧的日文歌，什么歌呀？确实有点怀旧。我不唱可以吗？还是听听，还是要我唱？好的，那听听。我才发现我开了那个，我卡吗？Hello，晚上好。谢谢子琪的花花。大提琴拉的不错，是大提琴吗？Hello，晚上好。哦，确实。怎么会昏厥？初めて。
有汉化版的吗？这翻译了一下，就是我美丽吗？那确实，可能不翻译会比较保留美感。我美，我长得漂亮吗？确实没有那种意境了。Hello， 你好。Bonjour，I can't speak Chinese。什么动画片？我感觉这个曲调有点点耳熟。有点像《进击的巨人》那个片尾曲的那种感觉，你感觉？对，差不多。坏道士少女，没看过。我看过。我看过《名侦探柯南》。进击巨人我没有追下去，我看过那个怪盗淑女，对，看过那个怪盗基德的妈妈怪盗淑女，对，还看过猫眼三姐妹。猫眼三姐妹，这是小时候电视上放的就会看。进阶巨人其实一开始我没懂它是什么意思，就是看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神番，然后我就跟着一起看，非常的跟风。但还好没有追下去，不然的话我可能现在就会很难受。你最近脸上长了好多肉，脸都大一圈出来了。这个歌要这个歌，猫眼三姐妹的歌，哇，这都有，听听看，听半首，唱半首，可以吗？我其实现在。开着那个我直播都很晚吗？
to a kilometer to pass over. We push it better every night. グラスの中のパッションビー一口だけのフォーリーなら甘いメロディー風に乗れば今夜秘密めいた扉がどこかで開くよ。这是首歌吗？二月一段，这样子。ベルを鳴らせばファッションタイム終わりを告げる every night 青いドレスのセクシーガール口づけしては幻古いピアノ風に乗れば夜明け愛をうつす嫌がどこかで真似るよ。好漂亮。这首歌好嗨呀。我有一首歌推荐给你们。但是太野了，我觉得也不是，但也不是太野了，我对你们推荐一首歌。那叫什么呀？你们听听这首歌，谢谢落英指尖我的巧克力，谢谢天后最后的 Team J 的巧克力。你听听这首歌，你为什么是说喜欢的一首主题曲？就是，哎，你在你家，我叫你家人的。在这地方，让你看到他的大笑姑娘，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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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万古密码只是七龙十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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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首歌，特别是它中间桥段的歌词，就是什么来着？现在开始是本大爷的 party， 然后道路由我们来开拓，道路由我自己来开拓，绝对不让给任何一个人。就好像龙在天空中飞舞一样，成为自己的骄傲吧，是这样子吗？反正很喜欢这个歌词，以前玩游戏的时候一下就被这个主题曲吸引到了，很棒。真的吗？这首歌好像还蛮火的。
而且他那个歌手是很厉害的那个团体，反正很好听，而且很牛很牛啊！这是我们的地盘，这是我们的地盘，你猜谁不会去那个 party？ 是你。Hi Mikey。 什么福气？哎，真的吗 ？Hi Mikey， 这周末我们会有一个 party， 你猜猜 ，Sunny 唯唯的七个 party， 个 party， 浓就是浓浓浓浓浓浓浓，哎呦，侬要替我吃上不对，我要请侬要替我做功课。什么福气？侬要替我做功课？哎，怎么说来着？那个叫什么？上海霸凌，美式霸凌？泰国，惊了！没想到，我今天买了好多早饭，但都没怎么吃掉。啊！哎，完蛋！我现在开始不困了。怎么会变成明天早餐？当然不会，我会把它放到门口去。我昨天晚上在舞蹈房练舞的时候，我看到那边有一坨翔，也不是一坨翔，我惊了，我有点惊到了，就是也不知道这能不能说，就是好像阿姨遛好狗之后没有把那个擦掉，然后就在舞蹈房那边，在 N 队舞蹈房里面，我就当时看地上有坨黑色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近视散光嘛，有点惊到。好了，我要等一下要关直播了，希望我的睡意还在，这样明天才能精神百分的去练舞，然后后天也要精神百分的。晚上好，干嘛去了？谢谢椒盐鸡翅的草莓蛋糕，护肝片，我也在吃护肝片，肝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养好肝，养好肝皮肤才会变好。谢谢椒盐鸡翅的草莓蛋糕，谢谢天后最后的 Team J 的巧克力，真的吗？吃多也饱，在想我吗？叮，我记得有个护肝片叫什么玩意儿，叫什么名字？哎，我好久没吃那个玩意儿了。还要配合着维生素 C、 维生素 B， 然后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然后几个维生素配合着一起吃，这个样子的。但是吃少了也不好，药吃多了总归不好。哎呀，要吃多了总归不好，但是吃少了身体就会不舒服，还是先保护身体比较好，然后
因为我想起来我的那个柠檬沙棘籽油没有了，那是我之前护肝吃的一个油。如果熬夜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一下肝脏。我这两天买很多早饭吃，就是因为熬夜起早很没有精神，所以买了早饭，希望可以吃了精神点。柠檬，不对，柠檬沙棘，柠檬沙棘。柠檬沙棘精油，什么收入状况？这能有什么改善？下个月退税就是改善吧。这能有什么改善？什么 KPI？ 这个月 KPI 还没达到呢。哎呦！过年的话肯定会有点改善的吧，毕竟有压岁钱。你们有压岁钱吗？哎呀，你发压岁钱，不冲 KPI 我就没有工资了。下个月主要发了退税要买相机，退了税买个相机就可以拍更多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了，主要是这个原因。相机我想好了，就买那个佳能，哎，那叫啥来着？之前说的，浪爷看看。佳能。你们知道什么是脑电波T吗？哦，佳能G7X，对，佳能G7X3，对，佳能G7X3。我26号公演哦，但是如果要给我送礼物的话，还是发口袋房间吧。买佳能G7X，对，小黄用的是什么来着？他用的是索尼 A7C。 有啥区别？就是发口袋房间的提成比例会比较高，然后而且我还可以充一下档位，然后发那个公演直播间的话呢，它比例它没电，提醒我了，没电了。是的，他们家好多猫猫狗狗。对，点播直播还有口袋房间是一样的，就是公演直播的打头可能就会比较少，好像就是20000还是40000鸡腿，就是200，我不太记得了，应该你们那边有图片。什么呀？
们家有三条狗，三条狗，然后就是，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小猫咪，超多小猫咪的。你们有人想养猫吗？我没有安可。你们知道什么是脑电波器吗？你怎么又变成猫了？什么是脑电波器？就是，这不知道吗？让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吧。哇，谢谢星星点点的桃花风铃，叮铃叮铃叮铃。脑电波器的意思就是，就是比较聪明的器的意思。脑电波器就是他给我想了一个人设，让我做脑电波器。这个铃铛，我的是兔子，兔兔，君君寄铃铛，我以前给他寄过，不错。举个例子，怎么举个例子？举个废子是吗？不对，这什么字？就不是柿子，哎对，是，不记得了。不会，不认识这字了。贞子，老电波体就是比较聪明的体的意思。他之前给我想个人设是，人设是。老电波，君君妈妈牛奶屁是吗？震惊我一百年，非常很会想人设，会下，很会想人设，下次别想了。不聪明的 T 就是。就是没有脑波，不对，脑电波的反义词是什么？脑电波，脑不波，脑无波。啊，那就是傻踢。什么呀？不是，我瞎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给小可爱我，就是科普一下？你也可以是老电波体啊！我一开始还以为在说机器人。什么举个瓜子，我还举个钉子，谢谢鸡翅的草莓钉。哎，谁举的兔子？谁？我不举兔子，兔子举不动。噔噔噔。你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们觉得就是看到这张图，有没有觉得谁比较就是跟这张图的 image 比较相符合？这张图片你觉得比较像谁？就是参加单人通道里的。我看看名单。像你。Hello， 你好呀，我好呀，我们都好呀。哎，现在哎，我这边
登录了。让我看看，这张图你们觉得比较和谁的印象比较像？就是说，我看看哈。不是单人通道，我没有，不是说长得像，是印象像。算了，没事，我自己看看。我只是问问你们，我的头发真多，挑衅。噔噔，好，明天再练舞，今天要。早一点睡觉了。26号的明天可能就是电台了。不行，让我带个我新买的可爱头花，这头花可贵了。就是，可贵了。价值快200块了。要多用用它。什么乱串。我26号公演，你26号来呀。你没有抢到吗？我们还要做游戏呢。你可以提前一天飞呀，可以提前一天飞呀。人家开年第一场公演，你觉得我头发太少，这玩意儿有点夹不太住，要死。看得出来我的耳朵吗？感觉这么看也不好看，为什么当时拍照的时候觉得可好看了？噔噔，当时全场竞价啊，我还以为你们都进到了呢。哎，为什么我和是妆容区别吗？是我今天画的太淡了吗？还是刘海区别？谢谢鸡翅的草莓蛋糕。
为什么要发问号呀？排退票啊，这样子，那还可以再认识点别的钻瓜吗？哦，是不是还有些位置是留给我们的？这样子，怪那怪不怪不怪不得。比如说那天太白了嘛，今天跟那天其实差不太多，就是说，哎呀，我春节前好好看，春节前长这样子，春节后胖了，就变成这样子了。可能是我的衣服吧，衣服好看吗？啥呀？对比，对比，那我和他有对比，我谢谢你。啊！谢谢哈。真的吗 ？VR 看，这周我们有那个，我们有那个，那叫什么呀？我们的拍子是百分百合的好吗？我们拍子百分百合的好吗？至少我俩的拍子是特别合的。OK。这还差不多，气死我了。这周有那个叫什么？有那个直拍吗？不对，可以有直拍吗？圆左前方圆盘状，哦，圆盘状。我又看到这只兔子的脸了。但是我的脸比较好看。嘟嘟嘟嘟嘟嘟。你呀。那是我们第一次合脸。给你们看我们的，给你们看我们的视频。哎，看得清吗？这是我们排练视频。
这只是第一遍排练，所以跳不怎么样。跳错了啊！还有一遍，你猜猜哪个是我？这好像是当天的视频。这是那个演唱会开始前最后一次彩排。对，演唱会快开始了嘛，我们还在要拍声写，所以先穿了沙漏的衣服。珍藏版，强心安利，你吃了吗？是这个案例吗？感觉不错嘛，谢谢鸡翅的草莓蛋糕，啵啵，充个电。既然夸我了，我就给你们看另外一遍，这个是那个前一天。刚刚那边没有他空，啥呀？哎，看我们动作特别和节奏特别一样，有没有？我们俩节都是一样大，错都是一样错的。这天穿的鞋子它会滑下来，后来我就闪送了一个鞋子。
闪送买了一个鞋子，重新买了一个靴子，不会滑下来的那种。叮叮，也可以给破例给你们看看我们沙漏的彩排。这个黑不溜秋的是我。这会儿只是第一次排练，还不是那个啥玩意儿。这会儿跳的还不是那么的性感。当然不看我啊，好吧，第一遍彩排似乎没什么好看的，还有，这个彩排，这穿皮裤彩排，救命！谢谢水西地黄侠的巧克力波波。哦，这个是我接下来的。我其他的美丽视频在哪里？我其他的美丽视频呢？哦，我删掉了。没有删掉。你们看，我们的绝版视频。我呢？我在这儿。
你工具人是老师，因为成员不让拍，不让给，不让拍这个东西。我呢？我在找我自己。耶，我不见了，你就看这个吧。那可不，这次的舞蹈非常的棒。我在这儿。这个时候是我，不对，这又要打车了。你去看公演了吗？还是表演当天比较好看？这还是表演前两天的。也好看吗？你们在呀？你们在的话，早知道我就去问问了。因为今天好像就是说突然，就是说突然陈琳好像就是不能上，就是好像不能上公演还是什么的。哎，早知道你们在的话，我就去问问了。就是小，就是矮，想说我们长得矮，就直说嘛。那但是我也不想，我也不是很想去问，因为我想回去好好休息，然后明天好好扒舞。因为每次以前东西一大堆用过来的时候，我都会忘这个忘那个。像以前的话，比如说突然之间要学什么什么歌，然后我就会去学歌，然后导致我会忘了一些其他重要的事情。对，然后所以就，哼哼。那本来想就是，就刚好我在走排练嘛，本来想问问的，但是我一想我自己要跳这首歌还不是特别熟，算了吧，回去好好休息，因为现在就很难受，就是没休息好，记不进去，好好休息之后，然后再去跳。26比较重要，对吧？哎，早知道我那天拍照的时候穿这个衣服，应该也开个直播，就很好看。26号加油抢票，10点钟抢得到吗？要不要再早一点呀？10点钟抢得到吗？要不要再早一点？你好能扛，10点开门，可以早一点去排队，可以早一点排队。你哭了，你为什么哭了？想我想的吗？能看到我就是意义。万一不是15盘，人家退票也不一定是那个盘数，对不对？看不住想我。可以拿个望远镜呀。
哪有十五排？哎，我们剧场是几排呀？我们剧场坐在十排。哦，真的吗？我看好多排呢。我哪怕坐在最最后面的 VIP 室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不存在坐后排就看不见的那种。我们是坡度式的剧场，我们是这种斜向上的剧场，这坡还挺高的，就是哪怕长得高也不会挡住别人，不会有这种烦恼哈。看得到的，看得到的。坐在最后一排也能看得到，看得很清楚。起哄，这台起哄的吗？给我也起哄一下，给我带带节奏。我其实好失望啊！那天后来国王游戏第二个游戏没有我，哎呀，好失望呀，太失望了。不是说我想一起玩，我就是随便说说，哈哈，哈哈。噔噔噔。没有加，这倒没有加。我就加了几个人的微信，还有几个就是要加我的人的微信，对吧？其他我好像不太记得了。也不是啦，我也加了几个小伙伴了，那基本上是对方主动会比较多一点的。我再想想哪个比较划算，就是如果这次结没有结成的话，那就下一次再来个舞台会比较划算。然后或者是如果这次结成的话，跟对方说好了，然后我们下一次再结。我们先一也不太好，也不太好。下次就说话，你怎么知道我没说话？我只是声音比较小而已啊！要我说，教教我怎么吹气球好吗？我力气好小，你帮我吹吹气球。很着急吗？着急你们就多发发弹幕，催催我。你们不发弹幕，我也不知道你们着急。叮，一次搞定吗？团建也没什么的吧，团建也没什么，就是跟他也没有太大，主要也跟他也没有，就看不清。你们多刷刷。多刷刷，又不是那个，
我觉得可以多多一次机会，而且如果组这次就组对的话，那下次一舞台就是直接就是双人组的那个舞台了，就是也不知道会不会晋级下一期，所以我觉得想多一个舞台来说会比较好。那最好是上海的，在上海的成员，然后就是上海的成员，这样子我平时也可以和他们玩的也好。别抱着这想法去哦。好的，不抱这想法，也没有怎么抱着想法，就是说，不对，22号我是抱着别的想法的，现在没有抱着别的想法了。22号啊，太紧张了。什么呀？不是，就是你懂吗？我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每个人都要去，都是抱着就是想就是哎，怎么说呢？哎，不是因为这个，就是让我喝一口玫瑰花露，不对。你准备好了吗？嗨你好呀，海绵宝宝，你也是小记者组，确实。哇，谢谢 GAG 的桃花风铃，叮铃叮铃。感觉我现在好像一个花，但其实不是花，我就是装一装花。果然我就是最厉害的一，又果然我是真正的一，只有真正的一才是会装花。对，我是瓜，你瓜。噔噔噔噔噔噔，嘿，吴静平有毒吧？他去洗澡跟我说干嘛？有毒吧？问号。谁要跟他夜谈？不夜谈，我要睡觉。我要睡觉，明天好好练。我舞还不熟呢，我还不熟，还会忘动作。明天死练，狠狠的给我练舞。今天浅浅的划个水，明天狠狠的练舞。好，我也要去洗澡。什么叫我也要去洗澡？不是，我等一会儿也要去洗澡了。哎呀，烦死了，不看手机了。别，好好练舞，我们26号见了。希望你们要
见证帅气的我的一面，我的帅气一面。然后帮我起起哄好吗 ，everybody？ 虽然我长得很高冷，但是我为了看上去低冷一点，我做了很多努力。我买了新的头套，以后可以用上。下次。见到星星，我就戴这个头套去见心动对象，这样就不会高冷了。太聪明了吧我！算了，一脸问号。戴上我的高级头套。真不错，我太满意了。叮叮叮，我太满意了，我太满意了。怎么了？这是我的第三个头套，第三个头套。太棒了，我以后就是一个，啊不对，它是黑色的，我买的这个是黑色的，这个样子的，我都没看图我就买了，直接就下单了，等一下，啥呀？戴这个来握手会吗？你戴这个帽帽吗？这个帽帽很可爱，喜欢圣诞树树，可爱，喜欢去去 ，Christmas tree，I love Christmas tree，is the better city 。等一下，yep， 家人们，你们看，这是金箍棒帽子啊！太棒了吧，太前卫了，我爱了。啊！嗨，晚上好。嗨，晚上好呀。嗯。让我看看。那个在哪儿来着？那个很火的那个帽子，那个很火的那个帽子，让我瞧瞧你在哪儿。我再瞅瞅，让我看一看。Yeah. 啊，是你，找到了，是你，大佬，大脑，大佬，大脑帽。有胡子的那个我也喜欢，我买了。
有点像，只是有点吗？来了。不是第一个吗？为什么？干嘛骂我？太坏了，过分！这个，谢谢机器的信封，居然为了这个送给我送信封。哦，这个帽子也不错。你歧视吗？换个好看点的鸭鸭不对，帽子鸭。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已经感受到了你隔着屏幕的恐慌。我会考虑一下的。这个可爱，这个帽子好可爱呀、啊！软萌可爱，呀、yeah. ！万圣节的，这个帽子比较有个性。算了，我不要奇奇怪怪的帽、啊。哇塞，这个好可爱！看，这是个恐龙帽。啊，它背上还有刺，好可爱，喜欢。不行，不要再看下去了。我的理智告诉我不要看下去了，再看下去我淘宝推荐都会是它。家人们，我看到了一个啊，可怕的啊，可恶心哦！你们快看，好恶心，好恶心！啊，你们会戴帽子来吗？不要呀，别呀，不要呀！小蛙同款，小蛙同款，小蛙同款。嘿，仿真老虎，不会有人带金钱豹过来吧？哎，为什么我这边推荐都是这么个怪东西了都？我以前我这边推荐全都是美丽的衣服。啊这个好逼真啊，我喜欢这个、啊、好犀利的眼神。这个配上我那个白毛衣绝配，不对，配上我那个白色毛绒外套绝配啊。多少钱？老鹰78，再见。我好了，不要再点进去了，我不要再点到奇怪的啊、哦！这个羊羊，呸！不行，你就可爱也不要点。哦，哇哦！啊！不行，我要忍住，不可以点到奇怪的里面。让我多看一点时尚的衣服，洗一洗我的手液。哦，哦，你
们吃过蟹黄堡吗？你们有没有吃过蟹黄堡呀？算了，大家早一点休息。当当当当，好了，我要睡觉了，我要洗澡睡觉了。大家拜拜，你们吃过龙须糖吗？你们吃过龙须糖吗？就是那个会，就是那个敏感肌也能吃的龙须糖，吃过吗？我其实以前很好奇，龙怎么有那么多？吃过，耶、yeah! ！噔，噔噔噔。那你们知道那个龙须糖的直播间在哪里走吗？我没找到那个直播间。它是淘宝还是抖音呀？淘宝吧。没有在直播。想要一款，算了，晚安。没有想吃，就是想见见会在天上飞的龙须糖。我，但是我很想知道那个龙须糖会不会咬人。我怕龙须糖咬我，那个龙会不会下雨？我想，如果我们这儿旱了的话，就可以下个雨，然后。对，然后龙会不会飞？龙要是会飞，可以带我飞。然后就是很好奇这些问题，而且敏感肌都可以吃的龙须糖，敏感肌也可以吃哦。对，晚安。之后残忍，晚安宝贝，让我给你们比个心。小夏，我最诚挚的晚安，希望你们可以做一个好梦。对，特别甜的声音有没有？嗯，可能这一年以来就只有那么几次、几十次比较甜的声音。大家晚安，夹子音啊！各位哥哥姐姐们晚安，还有宝贝们晚安，不不，要想我哟。